家好，我家就是老鹰的天堂，好吧，每天就是这么一大堆老鹰在天空飞来飞去，哇，又俯冲了，这个俯冲就代表有食物了，很好玩吧，但是代价就是机会不见，这就是我的老鹰，那一天还在讲说老鹰怎么都不见了，原来老鹰已经长大了。现在有三只老鹰，就意味着说，有一只老鹰小孩呢，又将离开了。好了，等一下有老鹰我再来拍咯。